姐姐攀升，现在想买房得靠房贷帮忙。带您看到去年的统计数字，房贷族平均每人背的房贷压力大约是970万，相较于2022年来说，多出了85.2万。专家分析，如果房价持续飙涨，民众的购物能力没有明显的提升，只能透过更长时间的房贷来达到购物门槛，到时候房贷只会越背越重，越还越久。那根据内政部的资料，房价上涨呢，主要受到经济成长跟资金的充裕影响。2023年的内政部住宅价格指数平均季涨幅来到了1.66%，相较于2022年平均季涨幅2.07%来说，其实已经趋缓了。不过看到人力银行发布的最新调查，其中上班族呢有33.4%名下有房，但是每个月需要缴的房贷金额平均是3万多元，占了月薪的72%，其实占比蛮高的。那全国的房价所得比呢，来到了9.97倍的新高，等同于说你要不吃不喝将近10年，你才有可能买得起房。那这些人呢，有些人可能就会以房价所得比来去衡量说房价是不是有合理，那就有资深的房仲分析了，其实这个想法在于精华地区并不适用，因为说房价越高的区域来说的话，购买的客群几乎都是资产阶级，往后要承接的人呢，同样也会是相同阶级的人，所以说如果总是看房价所得比，可能就会一直觉得房价并不合理。那另外呢，也有房地产的专家来分享，其实很少人纯粹只用上班的收入来去买房，如果说你真的只靠上班族的一份薪水存到投期款的人，其实是少之又少。